让我致命点。干燥了就。我想说可以接。你为什么一直在杀自己啊？我想说撞人撞出去啊，帅气的撞出去就自己飞出去。自杀王哎、欸。撞屁干！我看那谁召唤了一只什么煞气的东西？我被喷到其中啊！真香！我撞到什么了？不知道。变黑暗林克。我超帅的。耶、yeah, ！时间停止。耶、yeah, ！我的。干贱人！贱人！竟是一群贱人！地炸洞！干贱人！你怎么还没飞？我才六十八，要飞个屁！有个反的林克好难用啊！哇，杀了他，杀了两个勇者。这个是海拉尔的勇者，大胜利。谁摔死了？哦，看什么？这边卷进去。啊！干贱人！我是龙。剑龙，你才是人！哎呦，还好，场地拯救了你。你就只会一直转吗？看你就只会一直转啊！我会喷火。那哪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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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干关我屁事啊我的耶、yeah, 干是谁的我、哦、是我的是我的按那个方向键就可以十字键的方向键有三种没有哦，那干就是你赢了。悄悄喷火 ，Laser Door。我感觉我喷火超上手哎、欸，加四哎、欸，干就是我在送头。
而且我杀的人都是你，还蛮好笑的。欸，但是我都是被你杀的，几把？我要玩大只的 Link， 看一下 Sack。跟我只玩喷火龙，还是继续玩？人生只剩下喷火龙。我觉得喷火很好用，招式。这场地位置崩，对啊，很讨厌。啊！干啥？这小，为什么不攻啊？道具效果，直接把我抓飞。对，蛮靠背的。好像还出不去哦。会怪离开那里。真有，这放什么鬼？萨尔达公主放了一些奇怪怪的东西。干三小被奇怪的东西突然炸出去了，超好笑！看三小，你们偷打我！干，萨拉公主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拿到了，我超猛。
奇怪的水母，看起来好变态。真凶。更臭了。哈哈哈哈！黑暗领克，超级黑暗领克。不跟，装屁啊！哈哈，你给我爆气，我好帅。就是你 ，Link， 是不是？超猛，加尔，感觉林克超丑，劝你不要叫我们林克哦。Battle Royal， 在玩皮卡丘哦，是在玩秀狂。突然想起我在开一台 ，Hello， 你会想起按广告，大概你就还记得吧？因为我是想到，哎，按一下广告好了，啊，哦，对哦，我在开一台，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思考，赚钱比开台重要，真的，干不要玩那么大场地啦，你就不能选一点短一点？我喜欢这种场地啊，我不喜欢飞动不动摔下去啊。你选个不要这么单调了好吗？把 splash， 人放的好大，超级休克。真有。什么事都没做，也要被人家打下去，糟糕！又有人飞走，超好笑！干！夜碰，刚才是什么？哦，哥，这是神兽，神兽哎，快跑哦！更是 Sonic 召唤的神兽，超猛的。那个超级那个，你都别跟我抢，你都不要跟我抢，耶！真巧，开大，就是抓到 Sonic， 抓一个啊 ，Sonic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放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在地上，刚要爆了要爆了哦。我的动那只狐狸动作还蛮敏捷，对不对？很敏捷啊！可是我觉得玩家在操作它的时候就会有点太快，跟那个 Captain Falcon 一样。你说开车的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 Falcon Punch 那一只。我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，很帅。干干干干 ！Sonic 手上有那一根超恐怖，休克打手枪，多打一点，没了。
呜、哦！顶顶排球，顶屁啊！干！干那个谁被抓到谁倒霉，直接送出去啊！直接送出去遭倒霉，击败道具啊！真的。被送出去耶，这谁被抓到谁倒霉，超好笑。比嘎比嘎，还可以游乐西哭。该游在那个啥小，我怎么会那个、啊？太诡异了吧！这场地有这么猛会那个吗？我觉得是线路吧。干什么会有鸡啊？真小、啊，太那个，太那个啦！你也那个吧？对，我也那个啊。小小，小小。什么东西要放炮？看着放炮好猛！干，这组还有一发。我跟三角差点就挂了，有一颗宝贝球，哎、欸，出来吧，就决定是你啊，这一差小，哎、欸，不准吃，不准吃。我都看不到自己耶，我操死他了，干他也蛮可怜的 ，Keep it down， 然后就没了，耶，没穿衣服，大胜利，咻，嗯，第三名而已，加七耶，而且有两次是被你打死。一下就是一级脱离型的吗？应该不是吧。Battle Royal， 我要来玩那个狗。我玩卢卡利奥，但我觉得狗很难玩。速度型都难玩哦。可是狗其实也不是速度型，我只觉得它很纯粹很难玩。真凶，炸弹！去你不要！我可是有反击哦，怕你来啊！而且为什么这么累个、啊？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累个、啊？太诡异了吧！走、啊！哦，跟着三角，电火球，香蕉皮，真凶！大脚干！你在上面偷放卡美卡美哈？
那我到。三小被一个贱人吃到了。呜、哦，跟三小。我靠，三小关我屁事啊！你们断打！你被发小了，干！被打走，超好笑。哦，这是有恶魔。上桥上桥，刚才好恐怖、啊，真小，我在空大，干我炸炸炸炸弹炸自己，超靠北。I'm up. Go. 我丢啊哥！我的特殊能力。轻轻松松。很有劲哦。Knock out！ 这以前超好玩的，第一个加激光剑枪游戏，大概吧。这场地太差了，大家都打不出去。我只玩，我只练神奇宝贝，其他都不会玩。没关系啊，就玩神奇宝贝啊。你是喷火龙哦？对啊，赞！开场说你好，就这个。
炸到不知道哪里去。我拿到炮弹自己冲出去了，你靠边！哦，喷火龙打左枪，喷火龙打左枪，喷火龙打左枪感觉超强。判定会吹喷火龙，召唤喷火龙啊啊！那个是看的人猥亵，所以看起来才猥亵。那个右边那是谁啊？哦，原来那个是那个，是那个宝石海星，然后在冲山脚，那么变态。我听到 YZ 说话哎，他刚刚说明明是一个合家游玩的游戏，可是我玩得很猥亵。会吗？喷火龙很帅啊！真的，喷火龙超温馨的，哪里猥亵？啊！我玻璃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干这个好强哦！三小我们打不飞啊！钢铁。啊！干！这刚讲完就出去了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哇！我还活着，我觉得超猛的。为什么突然变这么慢？哦，原来那边有一只那个缓慢的那个神奇宝贝。奇怪，怎么突然变这么慢？